既然如此，一决胜负吧！一决胜负吧！这是苹果。帅，等等，为什么身体不受控制的来削苹果啊？嘿嘿，还来！不行啊！嘿嘿，不了！混蛋，快停下！阿雷，没有苹果了。亚鲁，竟然利用我百分百大招砍苹果的设定，也就只有你这种藏桶楼尾的鼠辈才干得出来。呸！你根本算不上一个武士，还妄想挑战那个剑仙李白，你根本不配。你以为我为什么愿意隐姓卖名，被人叫做超级兵？终于认真了吗？为什么人人都在逼我脱下这件衣服？实在想无敌了。怎么又是你啊？这是第二次了。紧急新闻，两名日本武士因在游乐场的小沙滩上迷路，大打出手，毁坏公共设施，现已被逮捕。详情大乔小乔将为您持续报道，敬请关注。剑仙，我一定会战胜你的，你等我啊！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哎！